望呢，咱众神尊有法度来庇佑你什么代志吼，咱众神尊非常非常的神威吼，都有法度感受到哦。来欢迎淡水河中宫。中宫哦，有咱关灵玉王会吼，咱作为技术代表，大家听懂吼，感谢感谢，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哦。来，这是我们淡水河中宫哦，这是咱的高亭哦，咱高亭。那也是我们的北馆。整个的海眼跟广东市是不太一样的哦。
那台湾山呢有非常的喜气哦，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呢嬉戏的一些的动作，但是呢他们在呢旁边的一个整个会感觉到比较中国风会比较扎实哦。Thank you.
龙哦，它的身上有几个象征哦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龙呢，它有鹿角，它有虾须，而且呢，它还有蛇身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有感受到这几样动物吗？有天上飞的，还有水里游的，陆地上走的，所以这代表了风调雨顺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很多呢，我们集庆的时候呢，也都会看到舞龙舞狮哦，来恭迎圣驾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